没有比赛压力，看表现多好。是啊，刚刚有看到阿妈吗？有，对嘛？所以唱歌，你眼睛闭起来就看得到。对，好，听完这首歌，我们还是请罗文聪老师给你一点鼓励好了。好，老师好。大伟，今天呢，看到目前为止，我发现好像因为不是比赛，是特别企划，所以大家都唱得很轻松、很自在，然后表现出来都非常好，你也不例外。我觉得你今天在唱这首歌，感觉就是很真情流露。那我觉得这首歌呢，我们也请那个傅凯，他其实跟阿嬷的感情也特别的深啊。我觉得他来唱这首歌，也许也可以跟你来讲，会有一些交集或交流，好不好？请傅凯试试看。天也未光，露水也甘酸，你着都藏琴无边，三两手款好早顿，想拢无想，有好了全部款款。吃了胃空酸，无你头的茶，无你酒的杯，无你滚半工的地，才知有阿嬷日子才通好过。望阿嬷，你敢有想阮一个金甘糖？望阿嬷，若闻着含笑花蕊的香味，唔通袂记伫天边彼边有我。不好意思，其实让傅凯重新唱歌啊，因为我听他讲他跟阿嬷的感情，所以我想说也让他借由这首歌稍微疏解一下对阿嬷的思念啊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大伟离开这，暂时离开这舞台，并不代表说永远不会再回来。我希望你慢慢再精进啊，大家啊可以好好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加油哈！谢谢老师。是，其实你刚刚在唱，我看到他没有戴耳机，他也两眼发呆，一直看着你，我就知道感情非常深厚啊。对，所以大家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是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你离开，我们都还没拥抱一下呢。我不是光抱女生的，不要这样把我想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会不会抱？我太感动了。你等郭哥准备好。所以我手要在下面。你们两个是怎样啦？王总，不是只抱爱晨，这个也可以抱一下，对，啊，谢谢你啊，这一年来的贡献哈，真的，谢谢，我们欢迎随时准备好再来，谢谢，期待回来，看小文老师看到我这么不会抱的难过的，怎么抱的这么烂，怎么可以这么 K？